2008年地震被救出来以后，我左大腿截肢，腰椎断了嘛，导致我的下半身就有一些不完全性的截瘫。 虽然地震带走了我们的腿和脚，但我们还有一双手，所以我们希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，编织属于我们自己的梦。作坊前期成立的时候，共15位成员，4个受伤的残疾妇女。 还有一名遇难学生家长。地震过后不是都很迷茫嘛？当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，我们这种比较重的这些残疾妇女，那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情？虽然说大家的当中做这个手工串珠有很多很多的辛酸，从做不来到做起不强，到手一个个的每个手这些关节都勒起血口子，所以说还是很辛苦。 我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学那个老虎的时候，把周杰给学哭的，挺辛苦的，挺艰难的。但是我觉得大家就说坚持就是胜利，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，都是大家共同坚持努力的结果。我们做这些产品越来越好看，越来越美观，而且品种也越来越多。这么多年坚持下来，作坊姐妹们从无到有，不管咋说，多多少少有几百块钱收入。 虽然这个钱不多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意义比较重大。哎，用来了作坊，哎，心情肯定比在屋头好多了嘛。一天在外现在住得活络混下心嘛，一天手上住的活络，要开心些。虽然说穿足足子，一说不得好有才嘛，至少每天回去，娃娃问妈你又在穿啥子啊？然后老公就说你们这卖出去钱，我卖出去钱。 得到社会认可的时候，能卖钱的时候就心想，那么我们也是有用的人，我们也能做点东西，挣点钱。至少自己的零花钱嘛，可以自己挣嘛。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哪个是上线，哪个是下线不？记得。现在小孩的动手能力相对要差一些了，学校就有组织的有这些活动。我们这群残疾人。 这么积极，这么努力，也许可以跟学生们给予一些正能量的宣传。每一样东西拿起来，想说啊，好漂亮啊，好漂亮的时候，心情就特别好，晓得吧？但是我们很辛苦，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，把我们的未来编织好，对不对？ 我虽然残疾了，但是是我的肢体，至少我的心理不残疾，而且我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做得很有意义，所以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，我就想笑，发自内心的高兴。